你知道在家怎样做梦龙雪糕吗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新鲜的草莓洗干净，切块倒入锅中，加入冰糖，几滴柠檬汁，半碗清水，小火熬至粘稠，晾凉后加入一盒酸奶搅拌均匀，倒入雪糕模具中，放入冰箱冷冻4小时。两块巧克力隔水融化，加入坚果，雪糕脱模后放入杯中，取出冷却10秒，即可得到一份脆皮雪糕啦。